哎，你看这是啥？你看这是啥？就这个。 哎呦我的妈呀！这不是我妈那个奖杯吗？啊，刚才我想给她擦擦灰，拿起来手脚没配合好，掉地下摔两半了。爸，完了，爸你摊上事儿了，你摊上大事儿。来来来，你坐下来。爸呀，这可坏了，这个奖杯是我妈演最后一场的时候剧团送给她的，这就相当于她的终身成就奖。 这是他的心头肉啊！你把他摔碎了，我妈不得给你急眼呐！刚才爸求你点事儿呗。啊，一会儿你妈回来，你就说这个是你碰碎的呗。爸呀，我怎么觉着你最近向钱顺风那方向发展呢？不是我跟钱顺风还是有本质区别的，钱顺风是偷着给你挖坑。 我是明着把你往地里种，不是你这种完了拿开水直接浇啊？不是你要不把我你妈回来，我就毁了，他还不往死收拾我呀？哎呀，他怎么收拾你呀？不就是让你那蹲个刺球吗？蹲个仙人球怕啥呀？蹲个仙人球，你说的咋那么轻巧呢？那蹲那一下遭罪一宿啊，上半夜做球。 下半夜好刺儿，那咋整啊？这样，爸，我要紧，我那有胶水，我给他粘上啊。行行行，你回来吧，你这招根本就不行，你粘上能看出来，早晚让他发现了不还是事儿吗？这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，那咋整啊？我有办法了啊！一会儿你妈回来，嗯，咱让她亲手把这个奖杯碰碎了。 不是你这还用碰吗？这不已经都碎了吗？不是你您是碎了，但是你回来你看看这样是不是好的？是好的。对不对？一会儿他回来，咱找个机会让他一碰，咵，没我事儿了。你这难度也太大了。不是你配合我吧？刚才这么多年我对你不错，你帮个忙行不行？谢谢你啊，谢谢啊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 哎呀，你们俩拿我奖杯干啥呀？那个，我给刚子讲一讲你这个奖杯里边动人的故事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太出乎我意料了。刚子，哎，你说我跟你爸过了大半辈子，头一回听说他背后夸我。妈，妈，这我得跟你实话实说啊。我爸那是经常背后夸你啊，说实话，在我爸心里没有谁，装的就是您老人家。我跟你说呀，妈呀。 那个妈，啊，那个妈，这个动人的故事是老感人了，是感人，非常感人。那么感人呐？啊，讲到哪儿了？还没讲呢，还没讲就感动这样啊？一般我们都是先感动，完后再听故事。那个，刚子，哎，你妈回来了，我就别讲了啊。这都你妈的亲身经历，她自己讲更感人。对对对。 那我从哪儿说起呢？啊，对了，我从这儿说起。啊，想当年吧，我在退休之前，团里最后一场演出，当时我们去的那个屯儿叫靠山屯儿。哦，哎呀，我们演出队伍来到靠山屯儿啊，那农民朋友老热情了，在田间地头给我们搭的舞台。 哎呀，那场面彩旗飘飘，锣鼓喧天呐！低了，那观众人山人海，座无虚席呀！高了，当时我这第一个高腔甩了出去，那观众掌声雷动啊！哎呀，我跟你说。 哎，可不是像你们现在这个鼓掌啊！那时候鼓掌一骂是夸夸。你碰着？
不是我，谁碰的？我碰的。老伴儿啊，你要不愿意要，你给我，你把它整坏干啥呀？这不是你刷盘子刷碗，这是奖杯呀！你以为这奖杯是我的？没事，你扒拉过来，扒拉过去啊！老范头啊，这奖杯是我的，它不是你的，你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呀？这奖杯是你的，连你都是我的。爸，干啥呀？差不多得了，我妈也没说啥。他还得说啥呀？犯这么大错误，他还说啥呀？千言万语也弥补不了他的错误。过去我犯点错误，就让我做仙人球。今天你犯错误了，咋办？让你也做个仙人球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太好了！好什么好？你就别跟着添乱了啊！刚子，哎。我被评为咱社区优秀家属了啊！看看我的奖杯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太漂亮了。嗯，大米啊，啊，我的好大米，你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得到大家的认可了。嗯，爸，妈，哎，看见了吗？我媳妇的奖杯来了，第一个奖杯。对，你媳妇奖杯来了，我媳妇把她自己的终身成就奖摔了。大米，你看看，他摔的。妈，你这是干啥呀你？你不要给我，你干嘛把它整坏了呀？你说平时你稀了马哈的摔个碗摔个盘子那不算啥，这是奖杯呀。你以为他是我爸呀，扒拉来扒拉去的。哎呀，大姑娘啊，这奖杯是妈得的，他不是你的，你干嘛这么生气呀？连你都是我爸的。姑娘啊，这奖杯呀，是值得纪念，可是作为一个演员呐，他的荣誉在观众心里边。大姑爷啊，哎，买瓶胶水把它粘上得了啊。好的，妈，妈，你说的太棒了，妈，我挺你。爸，你看你这就你就小心眼儿，这事你就做得过分了。刚才你把它摔坏了，我说拿胶水粘一下就完了，你非得不粘，完了你非得演这么一出戏，而且你这戏表演得很拙劣，你没有。张刚子，你刚才说的啥？那个，爸呀，我刚才是不是多说了一句话呀？你哪句话都不应该说。刚子，往下说。那个，我就是我刚才说，我就是说，我说，妈呀！别妈妈的，接着说。那个，我刚才说就是胶水。对，就是胶水。老范头，走，过来。老范头啊，老范头，胆肥了是不是？啊，碰瓷还碰到我这儿了，对不对？说说吧，下一步你该咋办？我明白。明白，拿去。哎，爸，别去，别去。妈，妈，你别生我爸气了，啊，你消消气儿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爸对您这个奖杯啊，真的是特别珍爱。天天的擦呀，您看擦得多亮，比他脑袋都亮。您看我爸脑袋上您都见过汗，这奖杯上您见过一粒水珠吗？就您前一段时间不是出去旅游了15天吗？我爸想您呢，他想的没办法了，他就天天拿着您这个奖杯他抚摸。您看把这把玩的都已经出了包浆了。是吗？我们看着都嫉妒。哎呀，行吧，坐下吧。
坐下吧。哎，你怎么坐？哎，爸，你别坐地下吧。你犯错误了，坐这地方行。不是，爸，你说你天天你这么紧张，为啥呀？妈，你说你为啥跟我爸生这么大气呀？哎呀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爸有时候说瞎话啊？哎呀，这个奖杯呀，啊，它不重要。我最生气的真就是他跟我说瞎话。我说老范头，你有啥老糊弄我呀？啊？我怕你让我做那仙人球。老范头，你给我说良心话啊！我真让你做过仙人球吗？没有啊。爸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这天天街坊邻居，你老嚷嚷你做仙人球，说上半月扎刺儿，下半月拔刺儿，合着你没做过呀？不是，你这人也实惠，那刺儿真扎进去了，能拔出来啊？爸，你看还是我妈疼你。是，这要刚子敢把我这奖杯弄坏了，我真让你做仙人球。你放心，我做一宿。还是你妈好。行了行了，起来吧，起来，别搁那整的可怜不使劲的。起来吧。那我把你奖杯弄坏了。你不心疼啊？哎，说实在的，我咋不心疼啊？啊，可是我这辈子啊，那荣誉多去了。别的咱不说，就说我身边这几个儿女吧，那都是我的奖杯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哎，爸，嗯，我发现我妈现在说话是越来越有水平了。是，妈，我跟你说，今天是咱们家一个大喜的日子。对，你看。嗯，我媳妇大美丽人生第一个奖杯来了，我做老公的我必须得庆祝一下。好，庆祝，我得出个血，出大血。对，这样中午啊，咱全家不在家吃了，咱出去吃下馆子，吃大餐。对，咱去钱顺峰他爸爸开的那个饭馆吃饭啊。哦，咱一人一个碗疙瘩汤，全部是三鲜的，一碗8块钱一碗。行。哎呀，吃三鲜疙瘩汤啊。啊，那我得好好化化妆去。妈，我给你化化漂亮的啊。哎，爸，是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看，现在我媳妇奖杯来了，这我得跟您学，我得帮她擦一擦。对，我也得每天我都得盘一盘。对对对，我得把她盘出包浆了。我找块布，啊，不是，找块干净的布。这就有抹布啊，这就有。对对对，有抹布。爸，我跟你说，擦这个奖杯这个事儿啊，我告诉你。爸，爸。这咋就分家了呢？这是谁摔的呀？你。爸爸，哎，我有个事儿求你。你说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你说吧。你就跟大米说，这奖杯是你摔的，行不？你咋呀，老学钱顺风呢？不是，他要知道了，他非得让我做一宿仙人球。你知他亲爸，他不会对你下死手。可是这忙我真帮不了。爸，我有个招。你说，按照您刚才那办法，咱重新再来一番。咋办呢？您听我的，配合我，听见没？大米啊，哎，大米，哎，你给我讲一讲这个奖杯背后动人的故事呗。好。